下班后来坐会儿呗。还有，这几天不要再搞自动驾驶的实验了，我看李德有点不对劲。太暧昧了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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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班结束后来餐吧找我，有事儿和你说。这么着急让我过来，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想找个人说说话，聊聊天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今天我和外科医生抢救了一个男患者，他伤得很重，我们一起抢救了他6个小时，最后终于救回来了。当他妻子跑过来感谢我们的时候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。我在想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吗？对啊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就是刚才一时之间没有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。谢谢你赶过来陪我。我们是朋友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哦，我刚才从外边路过，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儿，进来打个招呼。你是在等人吗？啊，没有等人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有事儿，你出去吧。哦，行，那你忙吧。回来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蓝叔宝，你过来坐会儿。又没什么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来都是当真的呀。蓝叔伯，你还真是越来越呆了。你最近看什么书呢？最近除了一些专业方面的，还读了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好看吗？其实他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人心的眼睛，不外乎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够聊得来。哦，其中有一个片段我记得特别清楚。书中提到了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如果有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你，你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。可是这个书里，也给了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不高兴。说明你身边，没有能够真正聊得来的朋友。我有啊，我有你，我还有子倩呢。你很关心我，也很了解我。其实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我们应该算知己吧？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你的吗？你是怎么想我的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有才华，却不显露，幽默风趣，也不贫嘴，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男人。可你知道有一个人说，没有女人会喜欢我。怎么会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喜欢啊？喜欢可能是一种感觉，心动的感觉。我理解的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过周末，和他一起共度所有难过的日子，
和快乐的时光。你刚才的表情告诉我，你享受过那样的时光，和谁啊？哦，我一个朋友。那希望你想起我的时候，也会出现那样的微笑。既然你有事，那你就忙吧，不打扰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还有事儿没有处理完，让你好好休息。不用接啊！哦，不用。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下班的时候我从不谈工作。今天遇到你，真的挺高兴的。咱俩也好久没有这么聊过天。嗯，确实。接吧，万一找你有什么急事呢？喂，干什么？我要睡觉了，再见。你俩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随便问问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跟我说。知道了。走吧。